限时免费。杀手挽歌是一款于2013在 PS3、Xbox 360平台推出的杀手类动作游戏，并在2014年登陆 PC 平台。独特的风格画面是让此作呈现高品质感的动作感受。杀手挽歌梦魇限时免费，时间直到台湾时间11月19日凌晨2点，只要登录 Humble Store 或 Game App Store，按照指示即可免费领取 Steam 中的游戏启动。喜欢这类动作砍击游戏的朋友们，动作要快哦！